由蘋果嗰間開始講啦。嗱，有一個現象咧係好有趣嘅，就係、是、嗱，我問你哋啦，你有冇聽見過啲醫生咧係要同一啲胎兒，即係未出世嗰啲啊，胎兒做電療同埋化療嘅？冇啊，冇噶、嗯，因為胎兒冇 cancer 嘅、嗯、，cancer 咧係出咗世先至有嘅病嚟嘅。咁啊，胎兒點解會冇 cancer 咧？因為喺度發展時咧，細胞咧係有一個機制咧，係所有嘅 cancer 都唔能夠存在嘅。咁但抗癌嘅天生嘅抗癌機制咧，一出世咧就冇咗噶啦。所以有啲 BB 仔就或者細細個就會有譬如話淋巴癌啊嗰啲咁嘅嘢。咁原來咧喺出世嗰陣時咧，每一個細胞多咗一個酵素，這個酵素咧叫做 HDAC， 英文咧叫做 histone deacetylase， 中文咧就叫做組蛋白去越流酶。咁呢個酵素咧就將好多胎兒嘅基因咧係鎖住咗嘅。嗱，舉一個例啦，胎兒嗰個紅血球里面呢就有两个蛋白质嘅，叫做 alpha 同埋 gamma， 就係捉住啲氧气。咁但係当一出世嗰时呢，嗰、那个 gamma 嗰个基因呢就会锁住咗㗎啦，就用另一个叫做 beta 嘅基因去代替 gamma， 所以出咗世之后呢血里面嗰啲蛋白质呢就 alpha 同埋 beta， 就唔係 alpha 同 gamma。嗯，咁有好多啲咁嘅例子，譬如有一个蛋白质叫甲胎蛋白，就係、是、胎先至会有嘅咁。但如果係个肝細胞开始猛咁做甲胎蛋白呢，就表示个肝可能有癌变啦咁样。咁好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启动返呢、這个胎儿本来有嘅保护机制呢，就基本上係乜嘢 cancer 都唔会有。意思即係话我哋要松绑呀，我哋要令到锁住咗啲基因咧，系要松绑，就要去抑制呢个 HDAC。咁点可以抑制到 HDAC 咧？就系、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丁酸盐咧，就抑制呢个 HDAC 嘅。咁点可以揾到呢个丁酸盐咧？就系、是、苹果过胶之后，个苹果过胶去到个大肠，大肠有好多好多好嘅細菌看守住嘅，嗰啲細菌呢就會將呢個蘋果果膠呢就轉成丁酸鹽，所以就透過呢個丁酸鹽呢就可以開返胎兒嗰把鎖，就將本來就有嘅抗癌機制呢就用返佢，就可以對付啲癌細胞。咁所以呢個就係吃苹果果胶可以抗癌的原因。嗯 ，OK， 那这个苹果果胶的抗癌和我们什么绿茶素或者芥蓝素，还有这个洋葱素，这个抗癌就分别是不一样的吗？美哥，系啦，那个绿茶素的抗癌作用呢又有少少不同啦。哦，嗱，好多癌呢就是因为发炎之后呢就会有癌嘅，譬如话嗰、那个。食道成日发炎咧，就容易有食道癌啦。嗰、那个胃成日发炎咧，会有胃癌；个肠发炎咧，就会有肠癌。嗯。个肝发炎，譬如话乙型肝炎嗰啲发炎，就会有肝癌。咁因为喺发炎嗰时咧，细胞就会受伤嘅。咁细胞一受伤咧，就有一个机制咧要修补嘅，特别系细胞嘅遗传物质叫 DNA。咁呢个修补嘅酵素呢就叫做甲基转移酶，就将一啲叫做甲基嘅物质叫做 methyl 呢就帮助嗰个遗传物质嚟修补。但係呢呢、这个甲基转移酶啲甲基呢会冚住咗細胞，变咗叫做癌抑制基因嘅。原来係咁嘅，原来呢就係、是、每一个細胞里面呢都有一个叫做癌抑制蛋白。这个癌抑制蛋白呢就控制住一个自杀的机制。咁当这个癌抑制蛋白一启动这个自杀机制呢，个细胞就会自己消灭自己。这个叫做细胞自灭，叫做 apoptosis。它为什么要细胞自灭啊？为什么呢？细胞呢就是它这个癌抑制蛋白呢就透过细胞的。当细胞有癌变呢，咁有癌抑制蛋白就会启动呢个自杀机制，就逼个癌细胞去自杀。就是我们本身就有自动的。本身就有嘅，叫做 tumor suppressor protein。嗯。咁呢个癌抑制蛋白呢就係由一个基因嗰度做出嚟嘅，即係细胞要做任何嘅蛋白质呢，每一个蛋白质嘅资料都係来自遗传物质。嗯。咁一段嘅遗传物质叫基因叫 gene 呢就做一个蛋白质出嚟。嗯。
咁每一个基因前面呢都有一个开关掣，就好似每盏灯都有一个灯掣。嗯，如果而家呢个灯掣上面多咗一嚿香口胶呢，黐实晒啦，咁虽然个光管冇问题呢，我哋就开唔到盏灯㗎啦。咁呢、这个如果係嗰个癌抑制基因嗰、那个开关掣上面多咗啲垃圾叫做甲基嘅话呢，咁細胞就启动唔到呢个基因，因此就做唔到防癌嗰个癌抑制蛋白出嚟。咁当个細胞要修补佢嘅遗传物质嗰阵时呢，佢就会动用一个叫甲基转移酶，就将啲甲基呢就好似啲毫无泥咁样呢，就搭住咗喺个遗传物质上面帮助佢修补。但呢个甲基转移酶呢亦都可以干扰咗，将啲呢就黐住咗喺个癌抑制基因嗰度。咁就本来可以防癌嘅癌抑制蛋白呢就做唔到出嚟。咁呢个绿茶素呢就可以清走咗黐住喺嗰个开关掣上嗰啲垃圾叫做甲基，因此呢就可以启动返嗰个癌抑制基因，於是呢就用天然嘅方法呢就叫啲癌细胞自己自杀。咁呢就係同头先嗰个机制唔同喎，头先呢就开返胎儿嗰把锁。嗯。呢、这个呢就是清走咗啲垃圾。哦、oh, ,OK, 那所以要一起吃是吗？就是我什么样的癌症吃苹果胶，什么样的癌症要吃绿茶素呢？任何癌症都可以用呢两个方法的。譬如说你对付一个癌呢就不可以单打独斗。嗯。即是一拥而上。哦、一拥而上即是说围攻佢，令到佢疲于奔命，咁你个成功嘅机会就大咗噶啦。明白。你之前说个洋葱素是对防癌有很好的作用，它又在哪里呢？功用？洋葱素就咁喎，嗱，我哋身体所有嘅正常细胞呢，都有两个方法去制造能量嘅。咁当个细胞有好多氧气嗰阵时呢，细胞就会用一个叫做氧化磷酸化嘅方法。英文叫做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用一个氧化磷酸化方法呢就可以将一个葡萄糖呢就做出好多能量，多到呢可以填满38个储存能量嘅电池，生物电池叫做 ATP。 但当呢个细胞唔够氧气嗰时呢，细胞就用唔到头杀㗎啦，就用一个后备嘅机制叫做糖酵解 glycolysis。呢、这个糖酵解呢个效率就非常之低嘅。一个葡萄糖呢只能够做到少少嘅能量呢，只可以填满两个生物电池 ATP。即係话正规个方法呢就38个 ATP。后备个方法呢就得两个 ATP。係所有正常细胞都得嘅，一个正规一个后备。但当呢个正常癌变咗之后呢，所有嘅癌细胞呢淨係懂得用一个后备嘅方法，就係个糖酵解。咁好啦，咁如果我哋而家有个办法可以令到大家都用唔到呢个糖酵解呢，咁对一个正常细胞嚟讲呢，佢只不过冇咗个后备机制咗，但对一个癌细胞嚟讲呢，佢唯一嘅机制都冇咗啦。咁呢个糖酵解嘅最后一个过程呢，细胞就做好多叫做乳酸出嚟嘅，叫做 lactic acid。呢、这个乳酸呢可以酸死个细胞嘅，所以细胞癌呢就要尽快将啲乳酸泵出个细胞。所以我哋就会坊间就话癌系酸嘅，就是、因为嗰啲乳酸就喺个细胞里面呢就泵咗出嚟。咁喺呢度呢有啲人呢就自说自话喎，咁佢话我哋有啲叫做酸性体质、碱性体质，咁佢话癌呢就系酸嘅，所以呢我哋呢就要食啲碱嘅嘢呢去中和嗰个酸性体质啦。其实你一食任何嘅碱嘅食物呢，一去到个胃嘅胃酸立即同你咗㗎啦。所以讲得出呢句话呢，其实佢连少少嘅消化系统知识都冇㗎。咁有啲人又自说自话喎，佢话因为癌系酸性体质呢，你就唔好再食酸嘅嘢啦，用乜嘢又再将癌呢。咁其实我哋胃嘅胃酸呢系好酸㗎，是酸到好似强水咁酸嘅，本来已经好酸㗎啦。我哋食少少醋啊嗰啲嘢其实係真係觉都唔觉嘅。不过咁喎，我哋头先就话嗰个癌呢就要将啲
乳酸呢要泵出个细胞嘅，否则就会酸死佢。咁如果我哋有个方法令到佢泵唔到呢个乳酸出细胞呢，咁佢嗰啲乳酸就会谷住个细胞，就会酸死个癌细胞㗎啦。咁喺呢度呢就係、是、洋葱素呢就可以令到个癌呢癌细胞呢冇辦法将啲乳酸泵出嚟。咁因为呢个糖酵解呢係癌细胞唯一嘅一个方法去制造能量。咁佢如果唔想有咁多乳酸呢，咁佢就唯一嘅方法就唔好做能量啦。但佢唔做能量佢会死㗎喎。即係而家呢就叫做佢做又会死，因为好多乳酸谷住个细胞入面。佢唔做又会死，因为佢冇能量。咁你咪个赢面咪非常之高囉。但正返呢佢本来有一个叫做氧化磷酸嘅方法，根本唔需要用到糖酵解嘅。咁佢咪咩事都冇囉。咁又可以用咗方法呢就可以逼死所有嘅癌细胞。嗯。那我在想，我只是吃洋葱素不就行了吗？它这个让它这个不能把乳酸排出去，那 cancer 就会死吗？就是那些 cancer cell 就会死吗？那我多吃些洋葱素，我还为什么要吃绿茶素和苹果胶呢？因为我哋有癌嗰阵时咧，我哋要杀死最后嗰个癌细胞嘅，咁一定要系要用啲方法咧，系唔可以有任何一个癌细胞走得甩嘅。咁啲癌細胞呢就佢可以或者係冬眠啦，咁佢咪可以唔使用咁多能量囉。咁佢可以譬如話你食洋葱素，洋葱素代謝咗之後啦，咁咪有個空間咁去唞一唞氣囉咁樣。所以呢如果你係同時用幾個健康食品夾攻佢呢，就个癌细胞能够逃走的机会就小很多了。嗯，明白，就多不同的功能都要一起来，因为这个癌细胞这个生长已经很毒了哈。那么还有芥蓝素，你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健康食品是吗？芥蓝素呢就对前列腺癌啊、乳癌啊、子宫颈癌啊、卵巢癌呢就很好的。嗯。比较好啲嗰个咧叫苦瓜素，嗯，因为苦瓜素咧就系佢系控制住嗰个一个细胞里面嘅能量嘅储备，咁当个能量储备一降到谷嗰时咧，即系好似一个人佢嗰个银行嘅存款剩翻500蚊嗰时咧，佢就好小心用个500蚊噶啦，嗯，佢就唔会话乱咁去花天酒地，咁呢个芥蓝素咧就。令到个细胞以为佢嘅芥蓝素还是苦瓜素，系啊，因为苦瓜素咧、就令到个细胞以为佢能量已经去到谷底啦。嗯，咁样嘅话咧，个细胞就唔会容许嗰个增生嘅机制可以启动嘅。嗯，咁嗰个癌细胞就冇办法增生。嗯，它为什么不能启动呢？因为增生咧就要用好多能量嘅、哦。嗯。咁呢个能量呢就係唔係绝对需要，唔係因为个唔係当细胞已经去到生死存亡，佢得咁多能量呢，佢就唔会嘥啲嘢去再增生，即係好似一个人佢已经冇乜钱交租呢，佢就唔会话我再去买个窗帘啊，或者係再去搭一个花架咁样。所以他就是大内总管这个苦瓜素告诉身体的其他细胞，你现在没有太多全胜了，因为有一些这个这个 chemical 的反应，然后所以这些细胞就会增生，然后令到癌就不会成长，是这意思吗？是啊，因为细胞里面呢有一个感应的机制的，这个感应机制叫做 MTOR， 因为 MTOR 呢就睇下身体边有几多能量，如果能量充沛呢，佢就觉得咦，或者我可以增生喎咁样。咁好似一啲有钱佬，佢好有钱，有钱到好有钱呢，於是佢諗住咦，或者我可以搵个二奶到喎咁样，或者二奶再有钱我有三奶添咁样。咁呢啲因为佢有钱，太有钱嘅缘故。嗯。但如果佢已经系银行得500蚊嗰时候，
佢连开饭都唔知开唔开到嘅，佢点会有呢啲咁嘅歪念呢？苦瓜素，所以你这个我记得上两集你说手就是苦瓜素，就是它是大内总管，让我的所有细胞都觉得我不是那么的有钱，就别乱来。系啦，唔可以乱嚟，即系话唔可以猛咁做啲胆固醇。你冇钱啊，你仲要储钱，储埋晒啲能量成为脂肪，咁咪唔会有脂肪肝啦。咁你已经要尽量要搲多啲能量翻嚟，于是就将血里边啲葡萄糖尽量拖入细胞嚟用啦，咁个血糖亦都会低。嗯，明白。所以你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也可以是吗？系啊，可以降血脂嘅。血脂就是这个叫做低密度脂肪蛋白。嗯哼，这个苦瓜素也有这样的功能。OK， 那芥蓝素呢？芥蓝素你又说是对卵巢癌呀、乳癌呀、前列腺癌是有用，还是这苦瓜有用点？苦瓜素有用点？芥蓝素好用，会好啲嘅。嗯。就刚才我讲什么前列腺啊、乳癌呀、卵巢癌呀这些，譬如话乳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卵巢癌啊，都系因为有太多嘅雌激素。嗯，咁细胞咧就有两个嘅雌激素嘅接受体，一个咧叫做 alpha， 一个叫 beta， 即系甲同埋乙啦。嗯，咁植物嘅雌激素咧就会黐住喺个 beta 嘅。动物的雌激素呢就会黐住 alpha， 但黐住咗 alpha 呢个细胞就会增生㗎喇。咁譬如话喺正常嘅情况下，正常情况当月经完咗啦，咁之后嘅日子呢个卵准备另一个卵子囉，准备排另一个卵子，咁喺呢个准备过程呢个卵巢就会做好多雌激素。咁呢个雌激素咧就会令到子宫内膜细胞会增生，因为佢黐住一个 alpha 度。咁呢个增生嘅原因咧就系要令到个子宫内膜厚啲。如果之后真系有个受精嘅卵子嚟到咧，咁受精卵子嗰个着床咧就会好啲嘅。咁大家厚就厚咗咯，但系受精嘅卵子冇嚟到啊，咁于是厚厚地嘅组织咧就会裂开咗。咁月经就咁样开始。咁喺正常嘅情况呢，呢个雌激素呢就係控制得好严密嘅，係由一啲荷尔蒙，譬如话卵泡激素啊、黄体新生素係控制住嘅，所以唔会有多余嘅雌激素。但係如果食物里面你食一啲动物嘅雌激素呢，譬如话你食雪蛤膏啦，雪蛤膏呢係青蛙嘅卵巢嚟嘅，有好多动物嘅雌激素嘅。或者呢是你去食寿司嘅海胆。嗯。海胆唔系个胆嚟㗎，系成副性器官嚟㗎。嗯嗯嗯。咁或者你去食而家嗰啲蟹膏啦，蟹膏又系有激素嘅。又系动物嘅激素。咁呢动物激素呢仲有一样嘢就系车仔面一隻餸叫做豬山腸。嗯。豬山腸咩嚟㗎？系母豬嘅阴道同母豬嘅输卵管嚟㗎。嗰度又有动物嘅激素。咁你食咁多外来嘅雌激素呢，佢就会刺激嗰、那个譬如话子宫内膜细胞就会增生啦。咁就增生咗就有个子宫肌瘤会出嚟㗎喇。或者你会刺激个乳腺细胞会增生，咁就慢慢有个有个纤维瘤出咗嚟啦。嗯。咁呢呢啲问题呢就係因为嗰个雌激素就係、是、动物嘅雌激素就黐住 alpha 度。咁好啦，咁如果我哋能够减少嗰个 alpha 嘅数目呢，咁咪可以令到就算你好多雌激素呢都冇办法埋位囉。嗯。咁有咩可以减少个 alpha 嘅数目呢，就係、是、呢个芥蓝素。嗯。所以食咗芥蓝素呢，譬如话乳腺嘅增生嘅问题会缩细啦，嗰、那个子宫肌瘤会缩细啦，嗰、那个譬如话朱古力瘤，卵巢嘅朱古力瘤又会缩细啦，咁样就同埋亦都可以令到嗰个癌细胞咧系冇咁易收到嗰个雌嘅信息，因为雌激素咧要透过个接受体先至可以令到个细胞会增生，咁而家个接受体都冇咗啦，咁雌激素咪冇办法埋位咯。嗯，所以芥蓝素主要是针对雌激素，
是主要是针对雌激素的。嗯嗯嗯，就令这个雌激素不能再继续的成长，不能够，因为雌激素没办法，没地方落脚。嗯，它没了接受体。嗯哼嗯哼，所以呢，刚才您说，如果是特别针对是，什么猪骨滤瘤啊、乳腺增生啊、乳癌啊、卵巢癌啊、前列腺癌这种，就是雌激素过多所引起的病患。譬如话而家有啲人佢有咗乳癌咧，医生就话你要食五年嘅一只药叫 tamoxifen。嗯。咁 tamoxifen 咧就系、是、遮住咗嗰个接受体。譬如话如果雌激素系好似一把锁匙，咁咧个接受体咧就嗰个锁。咁 tamoxifen 咧呢只药咧就好似一块香口胶，就塞咗匙窿。咁于是咧嗰个锁匙咧就入唔到嗰把锁啦。咁咁呢个就系 tamoxifen。但系让嗰个芥兰素嘅作用咧，就系、是、直情系冇咗嗰个锁匙窿，根本你有好多嘅锁匙咧，根本冇地方插入去。嗯哼，咁你咪冇办法挞着嗰个细胞咯。嗯哼，我们今天讲了好多的这个自然的这个食品的一些功能，主要是跟治癌有关哈，就是可以抑制癌病的，包括了苹果果胶，包括绿茶素，包括了洋葱素，还有苦瓜素，和刚才最后讲的是芥蓝素的，这都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可以防癌的一些功能。这个是不是我们日常健康食品中最常有的、最常吃的，而且最有功能的这些食品来对付癌症呢？我同仲未讲到一样嘢咧，就叫做粟米心素。哦，还有玉米心。好，我们下一集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一集讲了，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防癌食品，那个顾小培老师建议大家吃的哈。